以黑绘里曾经在日本新创意经典电影《吸血鬼少女大战科学女怪人》里面饰演了科学女怪人的日本美女，这位刚来台发展的混血大眼正妹，不仅是周董相中她的主持功力，在综艺节目中共同主持，更在多部电影里面担当演出。这次为 GQ 拍摄，以黑绘里所展现的甜美与性感，绝对会让你无法